终于破了、啊、去年出的游戏，我现在才破。阿里，我带这混小子来看你的。什么混小子？沈娘从小都疼我，就算你不来，我也会自个来。啊，沈娘，你不知道师傅最近赢球赢得特别凶，老要我大老远帮我跑腿，你有空就回来念他几句吧。阿里，你听听，我才说我一句，这小子就一连串说的没完。沈娘，你听听，这老头根本没在反省啊。混小子，你师傅我要反省什么？没想到你特地来劝我，图我如此不孝，师傅一厢情愿，不怕打了水漂。要是你没想通，我来也没用吧。人啊，问我卡在某个未解的心结，绕着他打算，一旦他想通了，便能用力往前迈进。图我知道，好图啊！为师一道，往后飞白派还靠你们这言轻一辈呢。瞎说什么？你要是少喝点酒，离交棒还久得远呢。这。哈哈哈，这劝成功了。哎，总掌门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酒是找过了吗？客栈呢？四姐也去看看。寿风兄弟，他也真是。哎，没想到当中掌门这么麻烦，我得好好想办法甩掉这探索山芋。你都当伪盟主还嫌麻烦？阿弥陀佛，大家辛苦了，今天都修炼到此，好好休息吧。恭喜冯哥接任开封镖局的总镖头。陈镖头呢？啊，不对，陈钱镖头呢？小弟倒是忘了冯翁哥抱着美人归，赏死请我喝喜酒啊！这得给宁宁点头呢。等我点什么头？什么是出去玩吗？出去玩好，宁姐快点点头，快点点头。阿喜不是出去玩，那是什么？不然我今天就当个现成媒人。苏峰兄弟别胡闹，先前是我不好，我误会了你，所以我。你怎么样？我错了，如果能让你消消气，我愿意领罚。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好，那我就罚你，罚你日日为我梳头画眉抹胭脂。好，别说日日，只要你愿意，往后我都会如此。这可是应允我的，慕容大哥，你可得当人证啊。那好了啊。好，你们好。他怎么还是？诸位，先前我一时之急，行差踏错，陷害的魔女教与我共同沉沦。如今我大彻大悟，不知诸位还愿不愿跟随我，共同重振魔女教名声？谢谢诸位还愿意信任我，用光明之神带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。所以他为什么会被说服？然后林玉儿说的问他的事情是究竟是什么？还有你这个死肥猪不是死了吗？后来啊，我就仿着杜大叔笔迹偷偷写了一封情书给庞大娘，那段时间去庞家要不买药丸都便宜好几成了。彼此彼此。想不到这小子竟打败了教主，看来我给小心点，免得他妨碍我的大业。不知道号主在开封过了如何，现在想想当初硬把他带回来，也许可以说服他，让他重燃复国之心。哎，罢了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我是依照他的愿望往后好好打理民邦便是。来人啊，最近咱们民邦可有大事回报。你虽然解决了魔影教事件，而道士也因为大周宝藏的缘故保全了黄姐。即便你对大宋有恩，但宋太祖对体制问题不得不对你进行通缉。道士留下宝藏后便失去踪影，尽管他不是唯一以家出走，但却是唯一一次不告而别。宋太祖却并未大张旗鼓寻找道士。你这样防止大家偷溜出来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你还是先搞好你自己吧，通缉放少侠。
这种程度的通气对本大爷根本不构成威胁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刚相识的时候你好像是通气犯呢。你还好意思提，还不都是你害的。我不是补偿你的吗？你哪里补偿我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然我干嘛跟你一起逃跑？这算哪门子的补偿啊？怎么不嫌我赔，嫌我烦呢？也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只是喜欢我咯。哎呀，我们救国英雄你好红哦，是看上哪家的美人儿啊？吵死啊。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妹子。天下大事抵定后，喜诺梅、喜诺伊两姐妹回到药莽遗迹，她准备复兴药莽谷的姐妹俩。今天就有一位意外的访客前来。姐姐，魔女教好像不是我们该回去的地方，今后我们该何去何从？去哪都不打紧，姐姐一定会保护你们的，保护你的。算了吧，你连自己都要保护不好了。大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柴硕峰，你存心来找恰草的吗？我是让你认清现实，先让你武功见识。在魔人教时，你又得了那么多头虾，光靠你姐妹俩一定肯定很辛苦。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揽下，不然要我怎么办？姐姐，有大哥哥在啊，他已经帮我们的。小英啊，你太快讲出来就不好玩了。柴硕峰，你当真是这个意思？不然我还有什么意思？都一起经历这么多事，你还想独自担下所有事？我才想问你是什么意思。还是我更了解大哥哥。姐姐，再这样漫无经心下去，担心大哥哥被我抢走哦。什么抢不抢走，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姐姐，你脸都红了，你明明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大哥哥，我跟你说啊，姐上次跟我说，小英不准说。小英，哇哦，一次抱得两个姐妹，哇塞，超爽。随着事情结束，无从所去的蜜月，不自觉回到对他特别有意义的地方。但是他也少主数年后再次相遇的地方。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小月，少主，你怎么在这？大家是来找你啊。小月，怎么苦着一张脸？少主，我只是在想，当初爷爷说我们命家得守护柴家十代。而月是第九代的，那剩下的一代怎么办？你怎么还在想这个问题？我以为你已经不再被这些使命拘束了。月儿的确理解有比使命更重要的事，但那不代表月儿就放弃使命了。即使如此，月儿还想替祖宗守住信誉。月儿不想因为自己的自私让祖先成了无信之人。小月，你现在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，跟刚见面的时简直天壤之别。少主不喜欢吗？怎么会不喜欢？不然这样吧，我们让密家第十代使命守护自己，这样既不影响到密家先祖的信誉，也不会造成孩子无谓的重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少主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勉强了。不是的，少主，月儿不懂你的意思，为什么可以让密家第十代的使命是守护自己呢？我慢慢解释给你听，在那之前先改掉我叫少主的习惯吧。那少爷，就是我们两个剩一个主角痴汉。顺利解决魔女教事件，天下逐渐太平，师父与你回到了小西村。进京后有何打算？臭小子，这么多女孩都喜欢你，我看你将来怎么吃得消。臭老头，别只会看戏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啊。费什么功夫？我说梁师傅啊，你这徒儿花样也太多，你可以给他好好管教他。少臭美，谁会喜欢上他？人都好热闹啊，只是这两位姐姐该怎么称呼？少主，这三位都是少主夫人吗？日后你师傅与四个必要的女子一同住到小西村，这是你心爱的女子部分彼此相处融洽，他们与你携手同游江湖，心想在意，留下传奇事迹，成为后世流传的佳话。好了，结局，我们的那个动画跑完吧。
然后这应该会有第五期，哎，我第五期灌了吗？好了，第五期是免费的，好像是胡椒派之前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看完这个《甜蜜奇缘》，虽然我知道已经没什么人在看了，不过我还是把它录完的啦。毕竟当时对武侠游戏还是蛮热爱的。希望《甜蜜奇缘》会出，应该会出第二代啦，不是第二代，第二部。那第二部的话，当时应该也会买下来玩啊，到时候会破快一点啊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一直要收看这部剧的这《甜蜜奇缘》的观众，谢谢你看到最后，因为我知道看的人很少，而且我更新又很慢。然后这几天连续更新了好几集，然后终于一次把它破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会喜欢《甜蜜奇缘》这款游戏。好，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将我更新影片你最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回收看，拜拜。